我是节目主持人廖逸璇。我们现在来到餐厅的秘密基地厨房，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主厨们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准备晚餐。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没有真正看过主厨们在料理晚餐的过程。11月16号晚间8点，敬请锁定 Live Dinner， 让我们带您直击美味的秘密。